欸，这些东西不要撞，都闭嘴。好，那是师姐捡回来的。我们金色的香精里，本来是这样子嘛，哈，再贴符，再放在上面，祝福他们说福到了。为了把这份福气赶在七月吉祥月送到会众手中，慈济志工可是连续两个星期加紧赶工。因为这社区的他们爱啥，七月吉祥月他们要用的，一个人一份嘛，哈，还有父母温重难报经，他们大会要用的，也是跟他们结缘的。五万份的平安米完全纯手工，每一个环节处处都能看见志工的用心。我们粘下去的话，它会翘起来的话，那就掉了。我们就用石头剪石头来压它，压到干。我就是想来这里做有意义的事，能付出就是福嘛。还有阿嬷趁着孙女放暑假一起来报道。就是我把它的双面胶撕开，就贴在米上，把它包起来。让小朋友说，哎，做一点事。其实做事当中他会学到东西，尤其在撕后面的那些双面胶要粘的时候，他撕的速度都比我们快。专注的神情，细心的粘贴，希望将一份份的祝福伴随着七月吉祥月的观念传递给更多的会众。带新闻的叶依琳台北报道。